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二面，第四十二面，请看经文啊。如是之人，行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对这桩事情戒罪会这么重啊。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啊，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啊，认为这是迷信啊，认为这些迷信的事情应当要破除啊，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呀。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更重啊，它的原因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眼目啊，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这个机会断掉了，这个罪就重了。你杀害一个人，你杀人的生命啊，这个经上讲的四十九天呢，他又投胎来了，所以杀这个生命啊最小，断众生的慧命最大啊，他带一个人生，如果他这个人间的福报还没有享完啊，还有人天余福，你杀了他，他很快又得人生啊，他这个福报没享完嘛，他继续来享福。福报大的很快就得人生啊，几天他又投胎来了啊，福报差一点的也不过经上讲的四十九天呢啊，他就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生杀这个生命啊，这个罪不重啊。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了，那这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人生你未必能有机会啊闻到佛法啊，何况的人生呢，也相当不容易。
佛出现在世间时间并不长啊，没有佛法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你怎么正好生在有佛出世的这段时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没有机缘的时候多，没有机缘呢你就退转了，你就又堕落了。遇到佛法嘛，这是从先捡起来再继续干，就断断续续啊。修的时间短呢，断的时间长，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哪里要这么长时间啊，不需要啊。所以三宝使众生闻法修学得度的一种机缘，创造这个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为了利益自己啊。实在讲，为众生自己才真正得大利益啊，为自己得的那个利益很小很小啊。所以此地建念佛堂，在念佛堂临众的这些同修法师们，我昨天晚上给他们说，这个念佛堂是不是此地这个地区的呢？不是啊，这个念佛堂是全世界的净宗念佛堂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学都能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啊，来观摩来学习，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你的心量要拓开啊，你的眼光要远大了，然后才知道这个使命的沉重，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啊！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啊，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啊，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呢 啊。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
大家都成佛了。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着菩萨位，还要求改进。啊，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呀。固执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啊，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啊，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啊，这是菩萨精神的，觉悟人的精神的。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啊。我们是为佛悟众生的，为佛悟一切念佛人的啊，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啊，念得真正能得受用啊，这个受用得清净心啊，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啊，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你要是毁谤、障碍，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了，这宣万诚信呢，啊，颠入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啊，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见之言，啊，愚涉嫉心，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他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
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罪，功德最大的法供养，那谤法的罪当然是集中，这一定道理。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再看下面经文：过失皆已，方受恶鬼。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地狱受罪是论结束算的那个时间。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劫，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鬼也苦得很呐，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多出生。出生道里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段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期劫？道理在此地啊。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为什么呢？因为法是正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信，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啊！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那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一定道理吧？这是并不难懂嘛，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
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多少万倍啊，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呀！啊，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住根不具，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啊，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啊，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啊，一次一次把这个恶道习气啊减一点。啊，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生，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啊，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供养400亿佛，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400亿佛，给诸位说供养4尊佛他准成佛了。啊，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啊，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界的业系种子。啊，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啊，回谤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了。啊，造作这些恶，这个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啊，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啊，修忏悔法往生。啊，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啊，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啊，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啊，你才能挽回啊。啊，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人。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啊，机会他人供养啊，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啊，这是说个轻的，
这是障碍别人呢修供养啊！啊，度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啊、嗔恚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这一段是讲啊，机会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啊，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鬼，乃至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啊，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供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伏王宅，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啊久病的状况啊。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啊，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的。全家人照顾，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啊，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那个医药费就非常可观啊，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所以这富贵命啊！我曾经遇到有同修，他家里的老人得这个病，七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他家里面这个。亲属儿女他都不认得啊，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呀、你是谁，他都不晓得啊。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啊，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啊？他为什么不走
谚语里面常讲啊，所以物竞人亡啊，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了，他身有好去处啊，他积的福大了。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啊，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啊，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代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已经想好了，储蓄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了，已经越重了，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啊。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弊病的，帮助病苦啊。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啊，吃素放生呐。我也是修忏悔呀，小时候喜欢打猎嘛，杀生很重，这个杀业很重。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杀业果报太严重啊，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啊，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啊，修忏悔法。这个三桩决定是好事啊，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啊。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啊，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四众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那你这个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
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啊，所以这个未必是福。啊，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啊。啊，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屿山，啊，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业法师的道场。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禅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的，天天干的，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啊！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语言不成熟，这个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啊，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啊！这是经常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那我们今天众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种福啊，你供养我没福啊，你供养这个道场啊，福报无有穷尽啊，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啊，无边的福报啊！所以这个道场啊，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啊。他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道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这个福田没种错，如果那个道场是个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那遭罪呀，那不是种的福啊！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1个多月，
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啊，天天吵架啊。为什么吵呢？增执事啊，这个道场新建没多久啊，大概是一两年啊。他们新建是老师傅让他几个徒弟啊到台湾过出去化缘啊，来建这个道场啊。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置大家没有人争，因为都是他徒弟嘛，不好意思争。曾当家，曾志科啊，曾建院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置，他说他花多少钱他应该是，天天吵闹不休啊，不能够安宁。他还请我去讲经，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啊，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了。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不能去啊。啊，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那就没有种上福田了啊，真正叫造业啊。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啊，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建道场，那个时候那时候是菩萨了哦，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就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啊，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建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很有道理啊。那那时候我没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受李老师的教诲啊，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啊，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想到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啊，啊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啊。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啊，馆长收的，我没收啊。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啊！啊，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啊名义建的道场，所以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啊，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到，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啊，其他的不敢传授啊，啊唯恐啊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这些果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啊，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啊，我问起
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宝莲寺的住持，因为过去能思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这些疗房。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要在这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很可怜的。他是中年出家，40多岁的时候才出家。早年跟谭旭法师，这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实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他是安徽人，再谈起来是同乡，所以一到那他就找我，找我什么？就要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呐，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啊，很深呐。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呢，都很，哎呦，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法子？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讲经消掉的。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这个也是我这个经历单纯。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事太多，我非常单纯。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那么接触些人都是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我们的生活单纯啊。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教父学院的。我出家没几天呢，白胜法师就请我去教父学院。那个时候教父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就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所以妄想就少了，妄念少了，废话也少了。这
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啊，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共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那过去常有啊，尤其遇到亚鬼呀，这个夜寐就是遇到亚鬼呀，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这我们在经上读到的，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这过去常有，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这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啊，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惹你，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所以遇到亚鬼就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了。学佛之后啊，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所以这个修学啊，确确实实有效果啊。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功夫得不得力，你跟从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啊比较比较了就知道了。以前那些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那么以后虽然有梦啊，梦很清醒，那个梦中啊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我们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是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吃五谷杂粮啊，是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呢？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鬼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了，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啊，或由这个梦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亚鬼，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所以冤业病呢，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
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帅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啊，纵然过去有过不这个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修学。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久处床枕求死求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啊，去忏悔，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啊，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啊，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示机那弘法利生的，他不是真的生病，他不可能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这个体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代的这些医生逐渐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那么大家很清楚的梨木原居士，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十年前得的癌症啊，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啊，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那我真的是没救了。他能够万缘放下啊，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等往生啊。这是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啊，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
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啊，所以死真的讲的是吧，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不是假话的。都是被吓死，你说冤枉不冤枉？所以病不会死人呢，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病苦。并决定是业障，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了，念佛第一善了。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法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了。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他现在也能得福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他也能断卧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这里解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素也不辨是事。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什么原因？原因有好几种。有一种呢，是他的冤家债主，在这个时候在阎罗王那里告状。叫他到那里去去辩论了。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这是一种。确实有。第二种呢，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福报没有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他不肯舍，放不下了。那么这是一种，或不得欲，这是第三种，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
但是他也死不掉。啊，那我们世间人看的这个这个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这个都是啊，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啊，招的这些冤业，啊，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虚命通，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福就行。啊，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福决定有好处。啊，底下这教给我们。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僧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啊，这个科里面讲的修福脱罪，啊，这是说读经的。啊，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声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啊，结果没效啊！别读一遍的，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啊，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啊，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啊，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呐，只有五千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了。啊，这么长的经读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啊，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啊，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啊，念咒，啊，咒也很灵啊。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的人懂得，他这个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啊，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的时候，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啊。这些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啊，为什么呢？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啊，读经也如此啊！啊，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的，啊，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啊，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啊，那就不灵。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得离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啊，七分之一了，七分之六啊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吗？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吗？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了两分了。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啊，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啊，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啊，百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哎，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啊，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啊，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啊，你一生当中啊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里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地。说穿了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啊，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的啊，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啊。佛在经上讲啊，智心一出，无事不办呢。这个是你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你智心一出啊，所以能够产生呢这么大的效果。所以这个是第一功德，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缘。
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园设置，这就是病人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复。对病人前高声唱也，给他修复，要让他知道。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这个提示啊，就一般讲开示啊，非常重要。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所以这个时候你，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带他修福，要告诉他，我某家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协助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长住，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福啊，这不是迷信的啊，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我们今天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嘛，都相信了，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很难的。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了。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不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柱灯，真的消业障啊！真的无量福啊！我们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
不是没有福，这福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啊，这修道里是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了。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啊，你在这边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福田。啊，真正的福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了，太广了。啊，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大家都能够明了的。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这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的。啊，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经，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 CD， 啊，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啊，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啊，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的流通啊。像现在的卫星低啊，有画面，网际网路上啊，将来也有画面啊。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啊，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听经。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啊，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啊，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啊，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和造佛菩萨形象，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啊，金银铜铁铸造的都好啊，
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啊，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的啊，你传得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了，那功德也就大了啊，德福是从这上啊，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这合金啊，古代呀、用这种方式铸像的很多啊，所以它是合金做的，造的像啊，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啊，造像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啊，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啊。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掉了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地。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啊，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那个种子很可贵也啊，他是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啊，藏佛舍利的，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啊，这个寺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啊，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寺，而用这个名称啊，所以寺是个办事的处所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寺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机构啊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啊，是要传宗接代的，代代啊延续下去啊，永远的这个机构这成事啊
啊，所以寺是办事的机关呢、啊，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庙是祭神的，祭鬼神的，寺是办事的机关呢、啊。我们现在呢，大家不懂这个意思。啊，把这个寺都看作庙了。啊，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了。啊，那这是没法子啊，我们不能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啊，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啊，我们今天也用一个寺字，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就搞迷信。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啊，豁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就想到我的心地要光明，不但心地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两面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油灯表这个，啊，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啊，佛灯是表法的，啊，所以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我们要服务啊，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啊，如果要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佛务众生了，啊，你是买卖交易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念心，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祥和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啊，佛把我们唤醒啊，啊，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啊，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所以我劝大家了，啊，
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剧本演戏，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剧本。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没有自己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呀。那这个都自在的，无我，无我就无生死啊，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呀。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要不肯演戏，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啊，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或是常住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修道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学，这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他这个注解里面好这个造像造像佛报经引用这个杂宝藏经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建寺的功德燃灯解十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请看下面经文如是三百病人
千令文治啊，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要跟他说三遍，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怎样，每一天都给他说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注视分散，知其近者，这个注视分散呢，就是不行人事。这个时候你给他说，他没有反应。前面说他这个意志还没有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点头，他知道。如果这个精神更好的时候呢，他懂得。他也会说，他欢喜。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他给你暗示。到注视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还要说。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高深不高深读经。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那个效果就低了，就差很多很多，所以这个读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的干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在家里面读经，这最干扰的电话。读经的时候呢，最好把电话拔掉。这个不要有任何人打搅你，你用清净心来读，你才能收得到效果。那么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读的时候常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是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念的熟，只帮助熟悉，是在练习阶段，这个没有什么大作用。这个时候这个读经呢，要求的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等于说打仗一样，这个不是练习，这是一定要求得真实的功德效果。所以一定要晓得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熟悉，平常多多是熟悉，那个时候中断没关系，有事情就办事，没有事念个一段，常常读，常常熟悉它，熟悉之后真正讲修行，那每一天这个一个时候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干扰，你念这个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个读经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
修学的功德啊，这个跟平常读经啊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种读经的这个利益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啊。就讲经实在讲是修福啊，不是功德，读经是功德，讲经是福德啊。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都是一定的道理。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古人常讲的随文如冠，那是功德了啊。你讲这段经文呢，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啊，这是功德。如果入不了这个境界是福德啊，入这个境界是功德啊。由此可知，都在个人自己啊。是世人命终之后蓄养重罪，至于无间罪永得解脱，所生之处常知虚命。这个利益呢就太大太大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许许多多人呢读到地藏经啊，说地藏经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利益，造作极重的罪业啊，这个好像念一部经也太容易了吧啊，就能够叫他脱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啊，你不相信，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你有怀疑啊，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你又有夹杂啊，所以收不到效果。他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了。啊，都认为呀，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了，好像是劝人在读，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这是凡夫心呐、啊，凡夫妄想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了。啊，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啊，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阿鼻地狱的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呢就是那个心呢真的转过来了啊，极恶的那个心转变成最极清净心啊。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能，在理论上是绝对能。为什么呢？妄念是假的啊，妄想是假的。老明菩萨说得很好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本有啊，那这怎么转过来的啊？不觉就是妄念了、啊、阿鼻地狱是不觉 啊，不觉本无啊，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了，本来无一下就舍干净了，一下就断干净了，本来有的啊，立刻就恢复啊。所以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啊，都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那个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其实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个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
所以这一念之间说戒定慧三学圆满了，以这样的功德超度这个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利啊。那么此地所讲的，你看所受身处常知虚命啊，那个读经的人的功德那太大了啊，那就不值了。他这里所生所受身处啊，或是生到人间，或是生到天上啊，这种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啊。为什么呢？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忉利天啊。那个自己修行呢，那这个就不值了啊。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啊，我们所看到的啊，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到忉利天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这大家现在摆梁皇忏呢，梁皇忏忏仪就是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啊，升忉利天了啊。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她的亲人，也是升忉利天啊，福报最大，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啊，福只能到忉利天，四王天忉利天。所受身处啊，常知虚命。知虚命有个好处啊，好处而且很大啊，晓得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知虚命的人决定不敢造恶业啊，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果啊，他会断恶修善啊，他知道认真的去做这些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所以知虚命有这个好处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呢，要凭自己健康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认真干呐，真是修自己的圆满功德啊，而不是得七分之一啊。这个是别人修，他得七分之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